第一次調查，女子奪咗100米決賽第一次調查。 第一名黄鹤雅，编组为徐浩时间13秒28，第二名伊婷，拥有时间13秒29，第三名张仲熙，编组为徐浩时间13秒27，第四名冯希彤康国华，第五名邱展文黄硕，第六名曾远乔耀龙，第七名林婷伟常德，第八名郑怡欣吴永康松。 第二名何俊成投入超成績12秒3，第三名許國威陳浩平成績12秒38，第四名李建波袁亞康光第五名吳俊如，第六名吳俊如，第七名高振宇，先取嚟強度，第八名郭子成，擁有前頭三名得獎同學。